师父对我们虽无生恩，但有养育之恩，我们日后自然要在他膝前尽孝。膝前尽孝，青海公，方殿主，方大人，从来都不是我的父亲。在你心里，我究竟是什么？为什么在分手时刻眼泪会掉落，一个一个走过，一个一个错过，一遍一遍来过，一次一次放过，一生一生守着，一生一生吼着，一幕一幕闪着刺痛我。他们都说人在弥留之际会看到此生中最珍惜的人，师父，我不理会你。你与云云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？没认清海公。你哪儿对不起他了？他是我的挚友，都会成为帝王家的百姓。李爱公，他的伤痛、厄运，都由我来替他承担。厄运。大概我会在这样的命运里了然一生吧。只要你不再有刺杀陛下之心，就留在疾风馆。知道了，师父，我原谅师父了。原谅师父了？我看是师父原谅你了吧。又让厨房做烧鸭子了。如果我让你选，你会选什么？我想做你的百姬。想不想看花盛开？想不想看燕子归来？如果都回不来，那么我该为了谁而存在？想不想看花盛开？想不想看燕子归来？师父，为何要种紫檀树？惆怅东南一株雪，人生看淡七情。方海市从来不是一个不敢面对结局的人。我一直以为我是被舍弃的那一个。这十几年来万般求全，到最后却是万般不如意。我怎么会不喜欢你？没人知道我有多爱你。